提到美国葡萄酒的产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Napa Valley 纳帕谷乡，因为纳帕谷乡是全美最著名，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很著名的一个酒乡。我们今天打扮的这么的正式、很隆重登场、对，就是要带大家来畅游纳帕谷酒乡。但是我们的畅游绝对不是一般的畅游，而是我们要坐非常浪漫豪华的火车。这里是拥有21个著名景点的17里美景路，让人心旷神怡的海岸风光，举世闻名的高尔夫球场，名列必游观光景点，历久不衰，百看不厌。这里是明媚宜人的黄金海岸圣地蒙特利，漫步在渔人码头，悠闲气氛引人入胜。这里是美国总统雷根最爱吃的零食豆豆果冻软糖的制造工厂，五颜六色近百种口味，令人爱不释手的果冻软糖等着您来试吃。这里是有百年历史、世界知名啤酒品牌的酿酒厂，品尝新鲜酿制的啤酒，别有一番风味。这里是全美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产地纳帕谷酒乡，美轮美奂的餐车，香醇葡萄美酒，顶级新鲜美味佳肴，这就是纳帕谷酒乡美食、美酒、美景列车的号召。这里是巨大千年神木林立的咆哮山庄，想要尽情享受无污染的清新空气，沉浸在广大的绿色世界，吸收取之不尽的芬多精，就一定要搭乘百年历史蒸汽火车，悠游于壮丽的红木森林中。来，坐在我身旁这位大家都知道的是 Christine。 大家好。 Hello Shelly。 是，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摆在酒乡。没错。那我们知道酒乡是在这个北加州，对，比三藩市还要再往北的地方。是、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从洛杉矶出发，我们是不建议你直接开车到酒乡的，太远了，是路途遥远、而且你忽略到很多这个途中的景色。没错。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酒乡或者去北加州的话，我们可以走一小段的101E，然后一号，是一号，看到什么 PCH 这个 highway 很漂亮哈。一号的话呢，我们在那个沿途上去三藩市的路中，我们会经过一段叫做 17 miles 那个17里湾、非常有名。它那边大概总共加起来有21个景点吧，景点对、就是你走一段，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下来拍照，然后会看到很不一样的景色。那边那个海岸线特别漂亮，而且它的天气之好啊、你夏天去的话还得要穿个薄外套。没错，因为海边海风有点大、就是最好还是披一下。对，而且它那个树很特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对，然后高尔夫球场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很昂贵的。对，球赛都会在那儿举办。是的，对，它那个浪花打在岩石上、是，哇，那个拍照起来真的可以看到有人冲浪，对不对？有些地方在那个内湾的地方抄进来，然后就是一边就是山，一边是海，依山傍海的，然后你那个路就是从这样子中间穿梭而过，非常漂亮，很美。对，在幽静湾区的17里美景路路段上，我们看到了前头柳暗花明又一村，让人心旷神怡的白色鹅卵石沙滩，陡峭的悬崖，随风弯曲的柏树，海浪急岸涛声。除了海鸟、海豹之外，沿途行进的森林里还有各种野生动物的出没，让游客兴奋不已。大家都说嘛，一号公路是就是人一生中你一定要走一次的这个公路，对，全世界都有名，所以说一定要去体验。而且一号公路上面，还有一个城市叫那个蒙特利湾，Monterey Bay， 很休闲的一个度假的地方。然后你就走在这个街道上，两旁都是商店，而且很有特色的商店。对，然后在那里还可以坐船去赏鲸。哦，有赏鲸的游船，这也是一个亮点，很独特的地方。在风光秀丽的黄金海岸圣地蒙特利，可居高临下观赏海景，悠闲的气氛引人入胜。您可以悠闲地漫步在渔人码头，于蒙特利最热闹的罐头厂街上参观购物，或在沙滩上逐沙堡嬉戏。伫立在蒙特利湾内，就可见水鸟翱翔天际，脚下螃蟹横行，海鸥在沙地闲晃，海景明媚宜人。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 Napa Valley 或者北加州的话，倒是可以走这么一段。对对，欣赏一下风景，不会说一路就很无聊的，就是光是开车上去，这样子一沿途边玩边看。是，你要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这种感觉。是，对，每一个景点都很漂亮。那在北加州，很多人反映哦，我在旧金山呢，我住的地方
又小又贵，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哈，它周边有一些城市，它整个大的这个 Bay Area， 对对、Bay Area 其实有一些城市，有一次去我就刚好呢看到了这家酒店，然后简直好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你可以从酒店走到海湾，它酒店的后面就是一整个这个海湾的这个步行的这个步道，每一个真的是很棒，都可以看到。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因为它酒店它是提供免费的自助餐早餐，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欣赏海湾的景色。哦，太美了，好悠闲。对对。这个呢，我觉得很非常推荐大家。就不管你是从你的房间还是从餐厅，都直接看出去，全部都是很漂亮的海景。对对，因为我觉得旅游就是你要放松你的心情。对，要不然我每一次旅游回来都比没有去还要更累。对，就是好像带兵打仗，然后去到哪边都是赶下一个点、下一个点、然后真的是要把脚步放慢，然后去享受当下，然后把每一个那个这样子回来才会有满满的就是很好的回忆。对，旅行是一种享受、真的，但是享受也可以有不用这种昂贵的享受。对，对不 对？所以我觉得 很平民化的。好，我们住了一晚，隔天就会往这个 Napa Valley 的方向。那它沿途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个、这个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的一个果冻软糖。小孩子应该更兴奋吧，我觉得我自己一进去感觉就好像来到了一个糖果屋。哦，就是那是一个很大的，虽然说它是一个果冻软糖的工厂，它整个工厂非常非常大，它布置的实在是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它墙上都是很多不同的画、它这个画是用果冻软糖那个糖来做的，一颗一颗粘上去、很逼真的，像那个里根总统的一个肖像画、对不对、因 为什么用它你知道吗，就是他最爱的糖，对不对？对，不管要找点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会摆个果冻软糖在那边、而且果冻软糖是第一个上外太空的。哦，是吗？因为总统的话，他这个糖也变得很有很有名，而且它是五彩的，就是各种不同的颜色，可爱，各种不同的口味。然后呢，我建议大家你到现场可以试吃，它是免费试吃的。然后它的口味有一些是很就是很平常的，比如说凤梨啦、苹果啦、哈，就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咖啡啊这样子口味。但是有一些口味呢，是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啊，你看了呢就会犹豫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吃？比如说它有个尿布的口味，狗大便的口味，天哪，这有点口味太重了吧？它还有臭袜子的口味。然后我那时候我去试了一个，太有意思了啊！我去试了一个那个尿布口味，哦，我的天啊，那个口味到现在啊，我都还可以感觉到，是吗？你有咽下去吗？有，其实不难吃，真的吗？只是你大概这辈子会怪怪的，从来没吃过这样子的口味，所以你还蛮勇敢的，因为我觉得太稀奇了，真的忍不住要尝一下，一定要尝尝。然后它数十种口味，就任由你去尝啊，然后你可以看整个工厂，这果冻糖是怎么制造的，生产的，对，我就觉得啊，值得一去，对，非常值得一去，很棒。那果冻这个果冻糖果工厂旁边就有一个你知道啤酒的一个很著名美国的啤酒，对，Budweiser， 对不对？它的那个就是酿造的那个基地好像是在那边，对对，我们可以带大家去那边，它很有免费试喝的，对不对？对对，它就可以新鲜，就是刚刚酿造出来的哦，的那个，不是说你在外面买的，都已经是生产出来一阵子。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太会喝啤酒，可是曾经就是说很懂喝啤酒的人去，他就说哈，在现场买的啤酒，还有在现场喝试喝那种刚刚新鲜酿造出来的，真的是有不一样，跟你在超市的是完全不一样，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会喝的人会喝的人一喝就喝出来了，不过我觉得就算你不喝酒，你去看一下那个整个酿酒的那种环境哈、对，这个也是很值得，很有这个很有意义。它那个生产线、流水线，这样你就可以这样走过，然后看看它那个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不过提醒大家，因为酿酒厂它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啊，所以有些比较怕寒的哈、就是建议你在车上带个外套，是因为到酒窖里面它那个一定要对，还要保持保温度，它那个对，所以说会有点凉凉。是大家可以披一个小外套。对。
想要畅游全美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产地纳帕古酒乡，当然就一定要搭乘身披着一线香槟魅红的火车，穿梭在无尽的田园绿野中，深入体验酒乡的魅力。美轮美奂的餐车，香醇葡萄美酒，顶级新鲜美味佳肴，这就是美食美酒美景列车的号召。在三个多小时的火车旅途中，一边享用由获奖主厨现场烹调的美味佳肴，一边畅游优美的葡萄园风光，谱出一段浪漫优雅的美好回忆。真的是很棒，它就是火车，就感觉让你觉得你要回到了那种欧洲的贵族生活。对对，它是那种很经典、很高、高贵高雅的，对不对？那个氛围你一上去感觉就不一样，像那种很欧式的，然后或者像他们老美的那种传统的贵族的那种生活方式。没错，那火车一天大概就只有两趟，嗯，因为火车上会提供美食嘛，所以呢，还有美酒，然后两班的话，有一班是中午。那中午那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中午搭乘火车的话呢，你看到的景象就是葡萄园嘛，没错。但是那个感觉就没有晚上来的特别。为什么你知道？傍晚的时候上火车，然后你看到是夕阳西下那种，那个整个夕阳余晖呢洒在整个葡萄园酒庄那个好浪漫哦。对对对，然后晚上是浪漫的烛光晚餐，烛光晚餐，但是在火车上，在火车上，所以大家都要穿得美美的，对，吃着美食，喝着美酒，看着美景。对，所以太享受了，而且那个美食啊，它那个餐点是现做的，就是你现场坐下来之后，他们会先上酒啊，对，然后呢，它是那种很精致的这个西餐，对，所以它会有前菜啊，然后就一道一道的这样子一道一道上，然后呢，主菜你可以选择，它有很多选择的，有这个猪肋排，有牛排。有鱼，有鸡，然后就你的主菜，对，有海鲜，这么多种选择，让你选择。那我们建议哈，因为这个浪漫晚餐呢，一定不可能一个人在火车上吃嘛，一定就情侣或者是夫妻，对，情侣夫妻或者是跟你的亲朋好友，对不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都点不一样的，这样可以 share， 对不对？对，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是，而且它的分量蛮大的，对，是真的，我就对，还要吃不同种的主厨，因为我们还看到他的餐厅。跟那个厨房，它厨房是开放式的，但是你闻不到油烟味，它在另外一个车厢，那你可以自由的进出所有每一个车厢，可以穿着这样走来走去，可以，而且它独特的一点是说，你用餐的时候，用餐完之后呢，它会请你移驾到另外一个更宽广的这个餐车，坐在那边休息，坐在那边吃甜点，饭后甜点。太爽了，吃饭后甜点，然后呢再品酒，然后再，我觉得这个它有些酒是专门配甜点的嘛，对不对？它分有甜点酒，它很多酒的选择，对，所以呢其实太舒服了。坐这个火车不是像大家想象说我买一张票只有火车票，其实它是包含了，全都包了，对，包含了这个晚餐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浪漫的氛围啊，哇，就是说你今天会想要在那里求婚的，而且多数情况下女生都会 say yes， 因为太漂亮。对，所以像这种火车啊，就是说你也是一样，要事先就去要预定的，一定很抢手。圣诞节、感恩节了，情人节、新年，你如果没有预定的话，你要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做不到，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一定要提早去报名，然后把位置先留下来。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厨师，那厨师是五星级酒店的厨师啊，然后他很可爱，他几乎跟会过去每一个车厢跟所有的乘客握手啊、聊天啊，然后拍照啊，这样真的很好，还可以跟大厨互动。他是个名人哦，真的很难得。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一去的这个经历。对，所以呢，这样子玩啊，这个畅游酒乡，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行程。对，一种新的方式来玩纳帕酒乡是，然后很多人可能以为就这样子回家了 ，no， 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既然你开车一趟到北加州，对，你就要把很多不同的景点来玩个彻底，对对。
其实离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海景酒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景点也是可以坐火车的啊，是呼啸山庄吧？对，咆哮山庄，对，咆哮山庄，它英文叫做 Roaring Camp， Roaring Camp， 蛮有名的，对，它很有名，它里面的蒸汽火车。哦，火车好像是上百年的那个蒸汽火车，这样子拉着你在那个参天的那个树木上中间穿梭。咆哮山庄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了保育北美洲珍贵的高耸红木林而由家族买下经营的森林公园。我们将搭乘有100多年历史的窄轨蒸汽火车，开始一段时光倒流的旅程。古董火车在壮丽的红木森林中悠游一个半小时，让您远离尘埃，放松心情，尽情享受无污染的清新空气，沉浸在广大的绿色林海中，吸收取之不尽的芬多精，享受红木森林散发的天然芳香。神木林立的巨大红木森林里，千年的神木姿态各异，蔚为奇观。那我很敬佩这一家人，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家族。那他对这个红木呢，情有独钟、然后他觉得红木，因为他是濒临绝种的一个生物种、对，所以他们就把整片森林给买了下来，就为了保护，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一批这个红树林，现在就只有在北加州找得到了。还好他们家族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要不然是不会保存的这么完好。对，所以他为了保护这些红木，他还规定说一天火车只能行驶不能超过几班这样子。对，所以都是有人数限制的，而且要限制人数的，都是蛮那个。对对，而且他所有的就是他不能造成污染嘛，所以它是用蒸汽哦，所以你就看到它就沿用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还是这样用老的这个火车这样子在跑。对，它是用蒸汽来启动的。对对对，就为了环保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去，是因为它让你享受到了这种森林的感觉，而且那种芬多精。这真的是天然的氧吧，在里面穿梭，然后坐着火车，看着那个大大的红树红木，对，而且它很笔直，而且每一个都好高好高，那种参天的那种大树哈，数千年，对对，所以你走这么一趟你会觉得你整个身心都很阔朗起来，真的精神焕发，就整个对对，因为你吸取了日月精华，你吸取了这个森林的这个芬多精，对，一定不一样，所以就让你整个把这个整个都市里面的那种凡嚣给全部给都抛开了，抛开，真的很棒，所以值得一去。对 对, 对，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没有去过，对吧？是，对，一般都是去三藩市，然后大家都是这种城市里面的这个，对，然后大家拍拍景观，看一看，这里看看，金门大脚拍拍，哎，走了。对，哎呀，其实大自然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发掘，去那个。探索的东西很漂亮，每个景点有每个不同的玩法，没错，就看你怎么去玩。是，对，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在回程的时候带大家顺便就沿途就去那边坐一下火车，它好像一个半钟头的样子。哦，对，是蒸汽火车，对，然后就它也开的不是很快，就让你可以自由就是浏览森林中那个景象哈，很漂亮，在火车上你可以拍照，可以拍照，可以拍照，小朋友很喜欢，是吧？小朋友很喜欢，因为它完全都是露天的嘛，露天的，对对对。那大人很喜欢，是因为它那种感觉让你好像回到了那种童年，那种感觉就是很亲近大自然，是，而且就是像在坐小火车，但是你又真的是在一个森林里面，不是在公园里，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行程一走下来哈，不会花很多时间，大概3天的时间，对。但是很重要是说我这么走一趟回来，我觉得，我觉得基本上是享受到了，因为我住到了海景的酒店，还吃到了烛光晚餐，在火车上都有考，这个行程适合讲，都有考虑到，对对，有啤酒的酿造厂，有糖果的工厂，然后呢又有这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又有非常好玩刺激的这个森林的火车，对。太棒，好棒，很多样化，是适合不同的人群，大家就是都可以体验到、收获到不同的东西。好，所以呢，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什么样精彩的这个景点要介绍大家一起期待喽。好，谢谢，谢谢Shirley，谢谢大家。